已经冇再恨，三年嘅新闻问题已经冇再复发啦。Hello， 我系卡尔，识我嘅朋友都知道我系属于敏感底，食敏感药、搽药膏对于我嚟讲已经冇效，长期因为大规模嘅新闻，特别系块面啦、手脚啦一笪笪，好困扰，成日都会痕到瞓唔到，仲拗到损手烂脚。严重嘅时候，成块面仲会好红，一笪笪咁样凸起晒，我自己都觉得好恐怖，真系完全唔想出街见人。我试过好多方法，做过好多资料搜集，咁好庆幸啦，我而家已经好翻，而且仲有三年冇再出过啦。咁我做过啲咩呢？我试过睇医生，但系医生通常都系开一啲类固醇嘅药膏，皮肤只会越搽越薄，根本治标唔治本啦。我完全唔想依赖佢。我亦都试过由饮食去入手，例如唔食一啲好容易致敏嘅食物，海鲜、牛肉、鸡蛋呢一类啦。另外早餐也都会吃一些比较健康，例如小米粥、麦皮这些更健康的食物，但原来吃到这么清都完全没帮助，我的新闻都是会照出的。之后我开始试一下吃一些湿片物，试了市面上很多的产品，但是都无效，直至到我在百灵找到这一款草基致敏肤是最有效。初头吃了一个星期已经明显没再痕，红肿退晒，大概两个星期左右，我块面的伤口基本上已经好翻晒，真的好神奇啊！就连之前手手脚脚好像一笪笪咁，完全好像被乜咬的肿块都一次过消晒，生翻晒一些新的皮肤，摸落仲好平滑，真的超级开心啊！到而家我吃了这款草基致敏肤已经差不多三年了，我的皮肤 keep 住都一直很健康。不过有样嘢要提醒下大家，大家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乜嘢嘅体质。因为市面上其实有很多湿敏的产品，例如龟板、土茯苓，我都有试过这些产品。不过其实它们的配方偏寒凉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。例如好像我自己这样是属于寒底，那我吃完这些产品之后，其实会更加容易头痛和头晕的。而这一款草基致敏肤就很适合我了，因为它是天然的中西草本配方，性质比较温和，什么体质的人士都适合吃，是帮身体由内到外地解决湿敏问题。看到它的盒上面有写配方还是美国专利认证，它的成分有机橄榄的抗氧化功能比一般的橄榄油强300倍，可以快速地舒缓湿敏的症状，而且它有珍珠草和金盏花帮身体清热去湿毒和排湿气，还有紫锥花成分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皮肤免疫力。咁医生都有同我讲，其实只要提升皮肤的免疫力，就可以减少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。这一只的草基致敏肤吃完是完全不会有副作用，而且还有科研实证，80% 可以改善湿敏皮肤。我自己都试过，真的很有效。我真心推荐这一款草基致敏肤给有湿敏问题的同路人。现在买来就有得买了。